你要吃什么？啊，我们想要它的特价，然后这个。哎，那我可以换一下，我想要换这个。好，中的就可以吗？中的就可以，然后是配一个是配这个，然后一个要这个。对，还有两颗。两颗温泉蛋。还有这个可以，那这个就好，谢谢。怎么样？好喝。好吃吗？不会太辣。哦。因为我不能吃辣。刚刚好的。刚刚好的。おひたし。おひたし。嗯。这个青菜。嗯。清清淡淡的也好吃。嗯。这个是豆芽菜。对，磨牙西，磨牙西，嗯，咸咸的，刚刚好。如何？啊，妈呀！是不是很冰？很冰，对。对。然后，そんなにすごく辛いわけではなくて、これはビールによく合いますね。しかもアサヒビールがありますここ。台湾であんまりあのビール置いてないんですよお店。在台湾没有卖很多酒的，啤酒没有。这样的地方的话，所以我觉得这里真的很方便。じゃあおひたしもいただきます。あーうまい。懐かしい味ですね。日本を思い出します。これもビールに合う。じゃあ最後なる。すごいシャキシャキで、ごま油の風味がして美味しいです。美味しい。
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うわー、 Oh my god! It's so good! Oh my god, it's so beautiful!あの、わあ、わあ、わあ。你的饮料怎么样？这个嘞是姜汁柠檬汽水，然后你要先把那个。它会先沉淀，但是我刚刚已经搅拌过了，然后它喝起来就有点像你在酒吧里面点的没有酒精的热饭，很好喝。谢谢。Nice, nice, nice。じゃあいただきます。やばいこれ。Sorry。好漂亮的五花肉。哇。いただきます。How was it? So good, 美味しい。あのこのお肉がすっごい美味しくて、あのもうお口の中が天国です。この卵も温泉卵でね、あこれは美味しいわ。これはあの年轻人喜欢的味道、比较中国味、中国味。うん、对日本人来讲，我觉得是口味是蛮刚好的，但是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讲，可能是有点咸的，但是你可以调整嘛，这边有配菜的，有配菜，所以可以调整。那你的试试看吧。好，我来试试看。哇哦！哎，哦，这个是姜汁猪肉冻。那你试试看吧。好，我来试试看。我就没有加温泉蛋，直接先这样。直接。一个杯吗？它的猪肉不难咬，很软，很好咬。好吃吗？好吃。然后它上面有加那个，这个叫什么酱？那个应该是沙拉酱。啊，对对对。阿尼卡的 sauce。好吃，好吃。谢谢。因为我自己本来不喜欢吃猪肉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但是我都觉得这个很好吃。谢谢。那个是麦饭，麦饭，它不是白饭。